大荒首富，涂山氏身毁我族，曾孙笃之披险披城，涂山二少不仅文武双全，手段也甚是了得。四时有变，人亦无常。来涂山井继任族长，对涂山氏打击。接不接生意是你的事，给不给得起报酬是我的事，能做的事自然能做，不能做的事不管是谁也做不了。即使君王，我也可以和他们谈谈斡旋转换。听闻你的旗意冠绝大荒，今日既然来了，那就陪朕下一局。是，这世间看似越严重的事其实越简单。梧桐以立，凤自来矣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必须小事化大，应该也快了。物归原主，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，你可以拒绝。教主，吸烟权的秘宝，若以意识强弱判断未来，只能守成中医。若想一展心中抱负，则必须另辟蹊径。苍玄既然想要陈荣山，这气息就在陈荣山。